即时新闻综合报道。有网友在台南某市场的美食街发现一个特别的艺术灯，价格标示25,800元，还写着撞坏视通购买。原 PO 拍下照片并分享到脸书上，有网友看完照片直呼艺术果然很难懂，让我想到碰瓷。一名网友在脸书社团爆料公社 PO 文表示，观光人潮众多，街道狭小的台南国华街大菜市里的怀旧美食街某家面店对面竟然出现这个特别的艺术灯。照片中可见艺术灯上面标示售25,800元，撞坏撞破灯泡视通购买，还写着很贵，怕你们赔不起，请离他远一点，谢谢。这让 PO 文的网友忍不住提醒近期打算来观光的朋友请注意啊。该篇文章也引起网友热议，纷纷留言这艺术成分有9478分，那么高，艺术果然很难懂，这25,800傻眼，这太艺术表示看不懂，但258都不会想买就是了。25,800拿去资源回收应只有80元，让我想到碰瓷，会不会是故意放在人多的地方，然后透过这个来跟别人强硬收费。